但唔識唔識講啊呢啲嘢？講劇情咯。誒，係翻嚟啦，玩具 TV 係咪？係咪？翻嚟啦。係係係。快嘅。喺我哋玩具 TV 又有女啦，今次介紹嘅就係呢一個一比三嘅一班獎禮物。喂，我想問一下，佢係物主，係阿的買噶。係啦，咁點解呢套溝面咁受歡迎咧？唔係，因為我想查一查問啊嘛先。係。而家係咪唔俾抽噶？一定要。香港應該唔俾抽。唔俾嘅，但係可以賣，因為。實際上你都可以抽。因為佢有個博彩條例，你正常呢啲有博彩機率嘅嘢就要攞牌嘅、所以一定只能夠真金白銀咁買就得。係啦，即係佢抽完就你同佢買啦，咁樣咯。OK。係啦，咁好無聊嘅法律，好繼續。在座呢兩個人點解會識雷姆咧？就因為呢位人。係啊，我係俾人教壞嘅。講出嚟。咁啊，點解會睇咧？因為起初即係在家裡沒事做，你知道疫情這麼多藉口啊，咁我在看 Netflix， 咁我就走去看第一季，然後呢其實我第一季呢頭一半我都覺得哇好悶啊，好想棄，但咁我好努力咁去找緊點解咁多人好喜歡嘅原因，咁我捱到差不多14、15、16、17集啦，哇開始勁好睇，跟住雷姆正式已經將 Emilia 抌開一邊成為女主角，哇根本就是女主角，由頭到尾都係爭太遠啦！我懷疑佢呢啲係佢一路寫個劇情一路演變啦，定係嗰個作者呢啲都係輕小説改編啦。輕小説係即係咪？但作為一個女主角嚟講咧，其實佢都好慘嘅喎，即係佢係冇一個真係真正屬於自己嘅目標噶嘛。佢就係、佢目標就係為咗咪英雄咯。你明明呢個就係佢所吸引人嘅地方，你好慘，即係所謂無才便是德啊嘛，即係雷姆係。係啦，我講嘅。咁當然佢好有才啦，即係佢係嗰啲咩家頭細務啊，乜鬼都識啊，然後戰鬥力又強。係啦，又為咗個家姐而頂上戰鬥力所有任何嘢。即係一個工具人咯，由頭到尾係啦，佢冇一個屬於自己嘅性格或者目標或者慾望。啊，佢慾望唯一就係人哋咯，就係想扶持你啊嘛。哇，好攞命啊，大佬！佢一個無即係全部嘢全心全，即係佢好多嘢都好過主角，但係佢就欣賞個主角，因為佢個主角啲嘢人哋欣賞唔到，佢欣賞到，佢就係咁欣賞你。死啦！我 feel 唔到呢啲。佢係欣賞你，欣賞到係十七集係咪？係啦，佢就將所有嘢托付咗俾你。一次講曬出嚟，哇！真係幾震撼啊！係喂，幾鬼勁！喂，你仲有嗰種？你仲有嗰種青春喎，我覺得你係咯，我過曬我 feel 唔到啊！即係我純粹係睇劇情，我就係話啊，你有冇一個迷團啊，一個哭可以引到我繼續追落去咁？咁呢套劇實在係有嘅，即係佢純粹以一套冒險劇嚟講咧，嗰啲劇情嗰啲扭橋啊，嗰啲驚喜啊，嗰啲佢將所有嘅可能性都俾你嘅，你打又得，唔打又得，逃走都得，係，但係都要翻翻起點嚟。係啦，咁佢呢啲嘢我覺得就好睇。而呢套亦都係即係。屬於比較元祖的異世界重生的動畫啦，即係或者係輕小説啦咁樣。咁其實第一季是 OK 嘅去到尾，但係第二季是瘋狂喎呢套嘢。睇第二季未啊？未睇第二季。第二季是我透少少啦，唔多嘅。第二季其實係開始講翻啲魔女嘅，而你會係見到曬咁多魔女喺佢點樣去接觸嘅時候，每一個畫面你都會覺得好勁抽。咁第二季係唔知十幾集就完咗上半，而家啱啱開始緊下半嘅。咁就好似而家做到第二集，我忍住咗未睇，所以我未知做到第幾集。但係我可能頂到六七集左右我就嚟了就睇㗎啦。但係真係好勁抽喎！咁甚至乎勁抽到即係其實我以往冇乜點買 Figma 女仔嘅，咁我就有買到雷姆同埋拉姆，係啦，雷姆同拉姆嘅。係啦，咁另外一隻我有儲嘅Figma女仔就係百變小櫻啦，冇啦，即係呢，你諗下呢三隻個地位幾咁，哇好靚啊，因為Figma嗰只，咁所以證明佢幾咁勁，幾咁入到我，連我都會走。係咯，好即係嗱，喂，我講下玩具先啦，係啦，係作為一個一比三半空象嘅嘅一番獎，咁你有咩睇法咧？對於呢個價位，其實咧，我以往咧喺我印象中，因為我啲同事成日有抽一拉打一番相咧，我成日覺得，咦點解一番相咧上色咁鬼入嘅，又飛油，又啤膠色，又甚至乎件嘢歪歪地。跟住之後咧，其實我一路對一番相或者抽呢啲嗰個印象都唔係幾好。我直到嗰日阿的開呢只，我心諗哇咁鬼靚嘅點解只嘢，即係佢係嗱造型靚，噴色靚，佢個上色功夫好靚嘅，即係有啲
泥頭髮係透明啊，有飛槍式啊，頭髮呢啲。不過佢嘅產品就好多都做頭髮透明嘅。啊，係，就佢戴咗，跟住即係例如啲漸變透明啊，或者係佢頭髮咧，就間中有啲係會拆一條咁樣薄翻出嚟啊，咁佢軟膠咁啊搭翻落去，令到佢有啲毛躁咁樣。咁跟住哇，呢啲全部拆件做。呢啲膚色嗰啲好靚，不過 我自己覺得佢個實物個膚色就比較蒼白咗少少，即係比起個盒上面就稍微蒼白咗啲，欠咗啲血氣啊。係，但係你會見到佢咧呢個人，即係呢個唔知邊個師傅雕㗎啦。咁佢雕嘅嘴係好靚嘅，即係一啲好日式嘅 W 嘴，有啲人整容特登整呢啲嘴咧。反而係動畫都未必係咁嘅線條咯。係啦，因為而家啲動畫係簡單化咗㗎嘛。咁佢就有一個 W 型嘴，呢啲係即係。當其時話日本大家整容最興就整呢啲最正嘅美術館呈現嗰個年代嗰啲嘴咯，即係呢個嘴角會深少少嘅，即係個落手重筆啲，咁同埋有個釒喺前邊嗰啲叫做咩啊鬥嘴，我唔知叫乜，即係人哋話個嘴如果呢度個釒咧有粒珠啊，唔知叫咁就睇上佬就話佢好中意同人拗氣鬥嘴嘅，有粒唇珠，嗌交唔會輸係啊。咁嗰啲，跟住之後佢兩邊有 W 嘴，佢兩邊咧就有啲少少笑咁樣樣帶咗喺度。咁同埋我起初咧，我成日都覺得嗰個眼上面嗰個有兩條好似角咁樣嘅疑印啊。咁我成日都睇相，我睇唔到係咩嚟嘅。到你睇實物咧，就覺得個違和感冇咁重。其實佢係兩條類似眼睫毛叉咗出嚟。但係佢唔係立體㗎，係嘛？佢唔係立體嘅，佢係印上去嘅，係啊係啊。咁佢嗰個眼睛都有啲巧妙喎，佢做深咗個眼窩咧，跟住藏個眼球喺入邊咧，變咗我哋無論望邊個角度咧，雷姆都好似望住你咁樣嘅。又真係喎！好勁啊呢個！當然呢個唔係一個好新嘅技術，但係用喺呢一個一班長雷姆身上咧，咁呢個就有威力啦。即係比較少見人出喺玩具上面啦，即係呢個錯事嘅做法。但係我自己就咁睇，我會寧願佢個眼係真係做喺個表面度，因為佢其他嘢我都覺得好完美。但係因為個眼咧，你始終佢唔知係咩問題。個眼同入邊嗰層個距離太遠，係啦，係啦，變咗你個眼咧就好似有個玻璃喺前面，令到佢唔係好戴眼鏡。係啊，係啊。同埋佢嗰個透明咧，就個透明感唔夠，你就會幾明顯。例如佢反光，你就會幾明顯見到佢有個透明件喺度。咁同埋你知道透明件都幾蝦人噶嘛，可能佢有少花嗰啲，你就個心有啲。即係用意係好，但出嚟個效果就好似太過著跡得滯。我覺得個眼個距離如果同個透明件再貼翻少少嘅話，就會好好多。不過即係你話滿唔滿意我咁，我覺得都其實好正，即係。以佢哋咁多嘅產品嚟講，而佢又做一比三，我覺得上色功夫同佢拆件甚至乎雕工已經係好勁。其實玩呢類型嘅產品咧，即等同於朗膠，我就覺得同一個角色買最好件就得啦。雖然佢Figma都好嘅，咁我覺得呢件真係 OK 咁就平手啦。一班四位數，坊間就通常過千嘅，咁呢一個就係唔過千嘅，係啦，999啊，唔係平啲啲嘅。有個 fans 話下個月出拉姆喎，係啦，會出拉姆，拉姆就哇，拉姆係唔會嘅，因為拉姆嘅角色我唔係好討好嘅。但佢第一季出場率好低嘅啫嘛，拉姆。拉姆係啊，但係第二季多啲，第二季多啲。但係我都幾唔中意拉姆個。但其實佢係為咗襯托佢而作出一個拉姆出嚟，其實都慘嘅拉姆嘅設定都係，其實係為咗造就佢啫。但其實咧，雖然佢喺第二季冇出場，你喺第二季會更加懷念佢，因為其他人太廢啦。第二季係。好想佢無時無刻都喺度嘅，因為第二季應該係大部分都係拉姆。喂，你真係你係有少少二次元妄想咗喎？唔係，因為呢套其實我之前咧，我唔係好 into 嗰啲異世界嗰啲古仔。係講異世界啊！唔係好中異世界嗰啲嘅，因為我起初睇設定，我成日都唔覺得啊，點解大家唔中意？即係其實都幾普通啫嘛。係咯，但你睇咗套劇之後，即係確實有嗰份感情之後係好好多，同埋。佢係一個即係妹仔大過主人婆嘅一個故仔嚟啊嘛，咁但係其實第二季有個仲正嘅，我覺得有個咩強欲魔女好正嘅，即係為咗阿嘉，我又要睇埋第二季，係好耐我唔諗住睇第二季，即係成個白頭髮白眼眉白眼睫毛咁樣好靚嘅，好睇啊！變咗始終由頭到尾個女主角都唔係女主角啦，係咯，嗱唔係第二。
第二季上半嘅嬲尾就開始帶翻翻去 Emilia 嗰邊啦。咁、哦、但我都係唔中意佢嘅，係冇辦法中意佢嘅呢個角色。佢平面咗少少係咪？係啦，即係同埋好似成日都有種扮無知啊！你中意我啊？係啦，你中意我、啊。你啲私人嘢出嚟咯。唔係，即係佢嗰個佢嗰態度係好扮無知嘅，即係佢好令到佢好扮嘢啊！係啦，即係好似咩都即係有啲人咧，咪同你講哦，我中意你啊，然後哦係啊。多謝，係啦，嗰種感覺嘅嘢咯，就我唔知啊，係啦，冇錯啦，係啦，係啦，爺爺，你哋，所以我就好唔中意個角色，可能就因為咁樣樣，即係你不斷咁付出，我啊不斷咁睇你付出，但係其實我即係就係睇咯，咁嗰種感覺。其實我哋係咪仲講緊玩具？其實我聽咗咁多句，其實咧，我打少少圓場啊，其實咧，啱啱呢一個即係擺喺台面嗰陣，賣啲啊冇麥啊你。啲男不過淨係得男嘅啫，啲男主持全部擁埋去彈佢某一個位，跟住就話好硬，但係好硬係啊，係啦，完呢個就係個圓場。我都唔明咧，呢個叫半空像嘅，係咯，冇理由係叫半空像，咩叫全空像啊嘛？個個係咁彈，跟住話哎呀好多手指舞啊，嗰個另外仲有一樣嘢咧，就係佢一比三比零，扯開話題啦，可能咧佢可以擠留嗰啲多嘅嘢。可以用在這裡做頭，即是改造都可以的，但是很重的，應該重不重啊？我可以看看頭，是的，很重的，DD 公仔，我還沒拿到身，因為我其實是，即是這樣講開呢，很有意欲，我們找一次呢，不講玩具，只是講異世界動漫，因為我都是近來才發覺，即是其實它異世界差不多就是我們小時候的機械人動畫，是的，即是我們小時候就你每年都有機械人動畫，現在就變成每年都有幾套異世界。其實我想講，如果我們本身真的說開個 topic 講之前的動畫或者現在播緊的新番呢，我想應該都真的幾多觀眾聽，可以講幾粒鐘喎，我覺得。我們試一下下個禮拜啦，下個禮拜係咯，下個禮拜三睇。諗諗佢啊！我成日開好投資票，冇人理我哋 ，OK。開咗有人睇啊！好得有 point 嘅，可以喺下面留言鼓勵下我哋，我哋會聽我哋講我哋完全唔認識嘅異世界，除咗阿家節目依個專家之外，我係有睇下異世界嘅專家，我係好緊嘅異世界。好，轉頭見。轉頭見。